你不觉得你有点搞笑吗，朋友？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吗？不再给一次机会吗？就别人跟你说分手，好啊，就这样吗？难道不再说我们再试试吗？刚打了这么久，是没有一点点感情的吗？说分就分呢？不，哦，真的，太恐怖了！你们都这么绝情的吗？这两牌可能带两张有点多了，要下掉一张。我为什么在完善这个牌的构筑啊？我都不准备打这个牌，为啥呀？这，哎，不是还赢了安利老师？哎，我这个牌一个安利都能吹嘘了吗？反正他现在应该不在直播间啊。这赢了安利还能吹嘘啊？我真是。不，你在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，你那个牌很厉害的，我差点输了。不是，这咋还能吹上了？我真是惊呆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厉害的呀，真的呀。带我节奏，你问一下我的观众，我是说你那个牌很厉害的，构筑很好的，真的，真的不要被他们带节奏，他们这些人就是搬弄是非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就说你那个法师构筑很好的呀。你已经删了，哎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构筑，可能就以后看不到了。哎呀。你宇宙德对上宇宙战胜率不足三成，正常。宇宙德要赢宇宙战，他需要要求很高。第一，最好你拍照能拍到红龙；第二，就拍到红龙拍到修这种质量；第二，保证满手牌，在满手牌的时候最好能抽到照片，对吧？然后还要，就比如说对面修掉你的红龙了，你还要开照片找到红龙。就这个对局，宇宙德要赢确实难度很高的。还要保证满手牌，不让对面有炸弹。哟，这个十费了耶！那我扑不扑啊？我觉得十费了，他可能想搞点东西哦。这个牌如果扑了，吃一个修就好亏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牌我自己又送不掉。宇宙德他法力复原只有八费哦，兄弟们你们注意看啊，他现在法力复原只有八费哦，看了吗？只回了八费哦。哦，不抽兵役了，好像还是蛮厉害的样子吗？那下月和九费是没有修的，他可以去抽牌。那要不我这里直接扑了算了，不扑我也没办法，这东西我也拉不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亮了亮了，这是喷了吗？啊，
陪我鼠标。哦，叶子有两片，那是哪一片叶子吧 ？OK， 这个我逐渐失去耐心，逐渐暴躁。你到底喷不喷？啊啊！不是，你们打个炉石就搁那儿关注这种有的没的东西吗？不能看一下主播要叫杀了吗？我这个牌，我就问这个构筑是不是神仙般的构筑？你们真的就老是关心这种东西啊，就没有一个顺序是对的，真的不是我打的不对，他们搁那故意坑你的，我跟你讲。古大叶归大叶小叶，古大叶归大叶小叶，古大叶归大叶小叶，古大叶归大叶小叶。我就知道，你看对吧？我故意，你看对不对？你看看到了吧？哦，你们这些水平是不太对的，我跟你看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就知道这个是会爆的。不是，我在考验你们，看你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啊？谢谢吓老子一跳，做的爱心墨迹。哎呀，我不吓你了，真的。OK， 爆了！我这把是不是要赢了呀？啊、两连爆 ！OK，OK，OK。OK, OK, OK, 还想看一次，看好。古大叶归大叶小叶，来了啊！看看看看看，什么叫技术主播？这个直播间除了看炉石，还能看特效，兄弟，看看，又爆了！这。谢谢，吓老子一跳，又送了一个墨镜。哎呀，我真不吓你了，你们是真的不会，太菜了。里面几个病例啊？只有三个吗？还是四个呀？你咋又来一个呀？我吓老子一跳。OK 啊，他为什么还有卵呀？谢谢老子精灵球，不是你们的名字一定要这么抽象吗？做的兔耳朵，哎呀，不是我不吓你了，哥们儿，咱认真的好吗？认真的不吓你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拿炼金好一点，把他血化，然后把他解了？这个牌毕竟有意外，虽然对面高质量牌都扔了，但可能确实还有点意外。OK， 好像没啥意外，对面在那作死。OK， 再爆一个。就你们这个游戏是完全不会，太菜了，记住了吗？古大叶乌龟大叶小叶，对吧？你们看这就可以了。你看又爆了，这把没咋认真打，但赢了。就炉石不能认真的，真的，这把我就是搁那在研究这个骨根的叶，有可能是你不知道他的卡组，就是第一次被他打的措不及防，因为他有那个，打脸那个伤害嘛。元素法其实在法师里面相对是比较弱的，环境 DK 多用什么卡组？德鲁伊，德鲁伊是 DK 的霸，一血，你懂吗？你自己看 DK 这些怪。只要德鲁伊有跳费，德鲁伊输不了 DK。
不是，你觉得我扑来扑这么点怪，还有那个两费出两个，就场工只有二，德鲁伊开开心心跳飞，像瞎子，海盗一出，奇利亚斯一打，海盗一出，那个萨尔斯一打，直接瞬间八点场工，那德鲁伊打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德鲁伊打一个 DK， 哎，做梦都能相信，能给德鲁伊一点压力，那套牌是能推死一个德鲁伊的。除了那个两蓝一绿以外，没有一套牌能推死德鲁伊，就是没有一套 DK 啊能推死德鲁伊。我觉得，上上上，就德鲁伊是你看一下我这个牌打到现在，我打到四费扑了多少怪，对面德鲁伊已经六费跳三费打出来了。那你觉得打完那个以后，这个牌还有什么进攻能力？没了呀。德鲁伊只要你把那个六费跳三费一打，游戏结束了。对面是个宇宙萨，你不觉得你有点搞笑吗，朋友？姐妹。那这局我所有的变异最好就留着，等姐妹打了以后再洗。德鲁伊能打宇宙战吗？不行。弱呀，是真的弱呀。哇，怎么能这么卡手呢？呼，他差点把自己这个给砸了。谢谢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四五，六七，你抽吧 ，nice。七张，二十八杠七，抽啊！啊啊 ，OK， 废了一张。啊，哎呀，只废了一张啊！谢谢 La Boost 的你劲棒棒。哎呀，哎呀，他脏了我一张，那现在只有七张，没事儿。二十五杠七，嗯，很不开心啊。打法一是冰主 A O E， 全场打四。打法二是交一张这个，我觉得交一张这个可能也可以，因为我不想那么快交冰主。那这样的话是六张。对面导演什么都还没有交，我不太想那么快交冰主，而且我不想冰主拿蓝符文，最好是红符文或绿符文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他修你滚，不，他打了滚，然后我可以去过牌了，稍微腾掉一点牌吧。这回合其实这个也可以啊，我去过牌吧。现在是六张，二十三杠六。又回到了七张，二十三杠七，彩虹跟两蓝哪个厉害一些？不要跟我提彩虹 DK 的事儿。你是没看到我开播两连跪吗？毫无还手的余地。
那可能这个 AOE 捏不住了，这场得清一清啊，这个法强好关键啊。那这个法强电疗以后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，在于对面这位很一定修不了，八张23-8，但是他不爆我怎么办呢？这是为什么我不想找蓝符文，前面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，蓝符文是最烂的，因为蓝符文发现池太杂了，所以我才说我要找绿符文跟红符文，前面那个场我留不了这个宾主。What is this? 抗八等等，本来我想说这个打进去，但现在来抗八了，那么9张对吧？没数错吧？我不想出这个，是我怕万一被修了。但你一想，这个鬼东西吃个修你也不亏的。哇，可以，你看，你看，不亏的，你就刮呀。啊，你也有，你每过滤一张，就离病疫更近一张，22-9。十，我一定要等他三个频率，不然我亏的。真好，22-10，这是6张，一个是4张，不一样的，我一定要等。11-12, 13-14, 15-16, 17，16-17，他搁那这样爆啊！我这攒了一个康巴，我怎么感觉这个鬼卡组也可以删掉了？我这你说我能找一个855吗？16-18，一、二、你们能点评点评这个牌哪里出了问题？你不觉得你有点搞笑吗，朋友？